你刚刚吃完第一家觉得怎么样？开心吗？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刚超饿的，然后吃到好吃的。我觉得第一餐吃到好吃的，我的运气会变得很好。你的运气一直都很好，要相信你自己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正在收看《时尚玩家》的台湾粉丝说呢？我想说，哇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。这一集是什么？就我们的三周年特辑。他们三周年的特辑，我也很荣幸来到这里，跟他 Endora 还有跟丰田。威廉哥一起拍摄，希望我可以多上台湾节目。哎呦，好，可以，也很感谢。收视如果好一点的话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以后有机会啊！大家这集收视率拜托帮我冲起来，冲起来哦！那我们准备要去下架喽，好，拜。